福建中學小西灣讀緊中六嘅弱智兒童學啦。哦，請你上嚟先啦嚇。哇！呢一本書咧，我諗我第一次聽啫。係。《霸王別姬》。哇！係啊，作者係李碧華。交俾你。谷仙諗都冇諗，即時衝出，以身相護，代小流擋咗呢一刀。慌亂之中，一下又一下，佢嘅肚被擊中啦。谷仙痛到跌咗落地下，只係聽到小流喺度慘叫。谷仙，血自谷仙嘅腿之間流出，好似彼得角一樣。佢亦都慘叫，啊！全身卷縮，一喐。血就流得更加细腻，小流好似愤怒的狂狮一样疯狂还击，佢歇斯底里，已经失去了常性。我的孩子啊，谷仙，是我的孩子啊！大伙眼见不妙，就大叫：出人命啦！出人命啦！快啲走，快啲走！但是小流的狂势已经止不住了。